这个马也没玩过的，这是我可以拉丝的啊，来看一下。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说明书里的步骤，但它是日语的，看到没看？靠自己琢磨吧，有这东西在。好像是这个意思，这样子吧，多少一点先试一下，然后把这个剪开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问那个客服，问了他没问。这绿色的，好颜色之类的。然后这边，对这个。然后搅拌一下，有点冲。这边呢，这边怎么弄？然后这边好像是这个样子吧，好像是我这样子吧。哦吼，我感觉好玩的，没想到一次成功。不能哭啊，不能激动，我把它弄长一点就是。茄子，哦，什么玩意儿？失败，重来。这就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怎么整一堆？哎，这边地址好了。对，你看一下味道怎么样啊？但是吃不上嘛。